林峰终于出新歌啦，仲特意揾嚟女神周秀娜担任 MV 女主角，两人喺 MV 中饰演一齐好耐嘅情侣。分手后，林峰对娜姐依然照顾有加，剧情非常催泪啊！两人作为专业嘅演员，一埋位即时入晒戏。阿峰以剧迷最爱情深嘅形象示人，相信佢嘅 fans 会非常之期待。其实唔止戏里面，戏外阿峰都氹得娜姐相当开心噶。我哋合作过电影啦，咁系未合作过呢个 MV， 咁好开心，因为娜娜佢都话佢好少拍 MV， 咁就好多谢今次有幸可以系啦，有佢嘅参与。拍 MV 有冇啲咩趣事啊？趣事就系娜姐好轻咯，我都好开心，我今日好 fit 佢真系。我今日一路都好担心啊，因为。諗住我都扎藤馬，諗住哇要抱嗰下，哇咁輕嘅，好開心啊！而家已經去到呢度啦，已經。阿峰呢首新歌同唔少未合作嘅音樂人合作，帶嚟新衝擊。其實今次好多新嘗試，除咗阿娜姐參與我哋嘅 MV 之外，有徐浩咯，亦都係一位非常之出色嘅監製，音樂監製。咁今次同佢一起合作的時候，都整個錄製過程都非常開心和順利。還有林寶，多謝他填一個這麼好的詞，因為我本身我是歌詞白痴，我自己的歌都唱十年我都可以記不唱了歌詞。怎麼會啊？真的我不知道，我記了對白我就記不到歌詞。你三頁對白他立刻背到出來得，對白得，歌詞就是不得。我覺得歌詞一向都是 很難的一件事，因為你一粒字都不可以錯，你劇本唔係嘛，係啦，所以但係呢首歌我反而我聽過兩次，我覺得哇，點解好易入腦嗰啲歌詞。嚟緊阿峰同娜姐電影上都會有合作嘅作品面世。港戲公司嘅老闆古天樂、陳榮峰，我最喜愛的男歌手，阿峰都話好期待可以請得喐古老闆再開金口啊！其實我問過㗎，我問過我話喂。是不是揾次我哋不如試下音樂上，我哋睇下撞到啲咩出嚟，都好。因為其實阿古仔佢都唱得兩嘴嘅，佢都好中意唱 K 嘅。其實即係我哋有時我哋自己公司，我哋其實會慶功啊，或者點啊，我哋佢其實都會唱幾首歌咁樣。咁我都希望係啦。希望同老闆有機會可以喺音樂上睇下，可以有啲咩火花出到嚟。